用大家非常感兴趣的百元开价彩妆 Essence 的新品来化妆。这次他们五月推出的新品我觉得非常的烧，那主要呢是有两个系列，先开箱的第一个系列呢是专为运动的女生所设计的，主要呢就是修饰肤色，然后给你好气色，让妆感能够是稀有度高持久度好的一些产品，像是眼影打底膏，然后多色的遮瑕定妆蜜粉跟喷雾，然后还有睫毛膏。那另外呢还有许多新款的多色眼影盘哦，他们家的眼影盘真的是 CP 值超高的，我之前推荐那个狗狗一直缺货对不对，他们现在又有新包装吗，我觉得颜色跟狗狗非常的像耶，两个。然后呢这个腮红的我单肉眼看觉得说它好像非常的实用，腮红修容打亮都有了，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试试看它好不好用。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包装非常有质感的眼影盒，但颜色有点怪啦。好，我们等一下看看。然后还有这个是打亮液。好，那这两盒新品呢，其实都是我在拍公关品开箱那一天，家里已经一团乱了，好不容易收拾了一下，结果打开门又看到门口又有几个包裹。就是他们，但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我自己打开之后也小鹿乱撞了一下，所以觉得今天我们来一起用它上妆咯。然后同时呢也把那支影片底下有些网友留言说想看的彩妆品跟林珊逸的刷具今天也一起使用，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集。好，马上开始咯。首先呢在妆前保养的部分，我先使用的是 Maybelline 新款的试底乳，它有三个颜色嘛。那我拍那支影片的当天，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做实测，就是测它三个小时啊或者几个小时之后的一个妆感呈现给你们看，但殊不知小桃的过敏了，全身都是荨麻疹，就是红红痒痒的，我们就照顾它，然后带它去看医生，所以就没有继续记录接下来的影片就是肤质的状况了。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妆前保湿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一款的话呢我今天就想说我等一下要出门开会，我可以稍微的记录一下它到外面然后跟几个小时之后的变化。好，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好，那我现在呢就先用这一款试底乳上妆。好，那我们可以近看一下，我这边快长真眼了，所以有一个很美的卧蚕。所以我今天上妆呢会刻意的避开它，本来想说长真眼就不要化妆，但是要开会所以没办法，我今天还是会示范长真眼可以化的妆容。然后呢我昨天就开始一直用那个蒸汽眼罩热敷了，所以目前状况我觉得好像有控制下来耶，它没有再更严重了。好，那先来大家最关注的事情是隐形眼镜，我今天戴的呢是博士伦蕾丝炫眸的金色日抛。好，我现在呢就半脸只涂抹了开价焕颜凝露，另外半边什么都不保养，然后看说有没有擦妆前保湿对肌肤后续的妆容服帖度会不会更好。但我有说过它只是保养品，没有任何的防晒系数，所以如果你要曝晒在阳光下的话，建议就是涂完它之后你还要再加一款防晒，这样子对肌肤是比较好的哦。那我怕我的防晒就是对于妆容的一个服帖效果也会有帮助，所以呢我今天连防晒都不擦，还好外面是阴天，应该影响不会非常的大。好，那我们就直接上底妆。好，今天搭配的是林珊逸的双斜面粉底刷，这支刷具我觉得长得非常特别，你看它是两面都是三角设计，然后整体刷毛的量跟蓬度呢比之前介绍 Solon 的那个粉底刷还要大很多，我喜欢这样上妆比较快。接下来我今天底妆搭配的是 Fimi 的这一款，那它的话呢这次针对了亚洲肤色又推出了109跟118，我本来是用这个是112，但后来我用了109，发现109跟我的肤色更适合，所以如果你是白皙肤色的话呢或许可以有新的选择咯。那我今天就用109。刷毛是有弹性的，跟那个 MAKE 的170那一支我觉得很接近，就是有那种媲美美妆蛋的感觉，这样子的妆感会是薄透服帖的。你们看这个109，它跟我的肤色真的是超自然，看不出有上妆的一个粉底液的颜色齁，所以我喜欢这次的新的色号。好，这一支我喜欢，可以买，而且它对于那个眼角这边算是还蛮好上手的，这个不错哦。
好，底妆完成了，接下来定妆。但是那个031呢，它有502的蜜粉刷跟504的腮红刷，这支腮红刷我喜欢，它的那个面积范围不会太大，可以那个刷局部的腮红，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可是我真的太多蜜粉刷跟腮红刷了，所以这两支我不打算开，就是送给佩宝好了。好，那031的刷具呢，我自己其实是人生的第一组刷具组就是他们家的了，我用了应该至少有10年了，到目前他们都还在我的笔筒里。这个也是031的，就是我那时候是买一整组专业组的，所以他们家的刷具我觉得算是价格可爱，就是 CP 值还蛮高的，有兴趣你都可以入手，刷毛都还蛮软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再继续搭配他们的刷具完成今天的妆容，然后顺便推荐哪几支型号是比较必买的。好，定妆呢，我稍微用 Fimi 的，我的色号是110，上次有佩宝一直留言问我，基本上就是有最浅的色号我都是用最浅的。好，然后定妆一下 T 字部位就好了，然后睁眼的部分就一直不管它，不要上任何的粉底跟蜜粉，然后就是让它这样子湿湿的。我等一下呢就是会画类似的眼妆。我们来先看这个包装，非常美，很有夏日黄昏气息，它叫做晨光雪梨海岸眼影盘。但是打开之后呢，你会对它稍微冷了一点点，因为它的颜色太不日常了。你看，就是有这种水蓝色跟草绿色，哦，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沙滩啊跟土色调，偏橘色调，像夕阳的颜色，不是只有大海跟树木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几颗都还算实用，然后那这三颗就是太特别了一点点。但这一盒也才289元，300元不到，所以如果你可能平时想要找一款大地色系眼影，然后有时候又想要有一点蓝色眼影的话，或许就可以试试看。因为接下来我要搬家了，我不想要增加行李的负担，所以我直接把它送给佩宝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今天要用哪一盒？这两盘都好可爱哦，169元，10色耶。这一盒呢是枫叶色，这一盒是玫瑰色调，我觉得都很美。但这个枫叶色真的跟之前的狗狗太像了，几乎每个颜色都一样啊。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狗狗的话呢，或许就不太需要收这一盒了。那这一盒呢也直接送给佩宝。我今天呢用另外一盒玫瑰色调的来完妆好了。好，我先用这一支031509貂毛的大圆眼影刷。那我们现在呢来先抓这一颗，涂满整个眼窝打底。好，几乎看不出是颜色，但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因为眼影的粉质细致，它就相当于是蜜粉帮你的眼周先做一个预防出油的效果了，可以让后续的妆感更加的服帖。好，接下来用这一支兔毛加羊毛的513眼影晕染刷。这支眼影晕染刷它的那个刷毛本身就是我摸光摸起来都觉得它的触感是舒服的，应该不会太扎。好，那我现在呢直接用这颗好了啦，这颗晕染眼尾551圆弧马毛的一个晕染刷。这一支它大概是一根手指头的宽度，我觉得看起来很快速，就是你想要快速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用它了。我现在直接呢因为我现在这边长针眼对不对，所以我要直接画红眼妆，那我就要拿那个它来沾这种粉色，把我的另外一边营造出长针眼的感觉。选这一个粉色，然后稍微晕在眼尾的地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我这边眼头长针眼嘛，所以我另外半边呢我就直接用这种有点带粉色的光泽感，给它一整个刷上去。好，所以今天的教学是仿妆长真眼，长真眼仿妆。好，我的卧蚕出来了。好，再堆叠隔壁这一颗金色，在眼珠的正中央，增加一点光泽感。好，画个眼尾，加长眼线。这支555的细节刷必买，它可以拿来画眼线，然后做眼影的细部堆叠，然后甚至呢你要拿来做遮瑕、涂唇彩都可以，超级多功能的这一支我喜欢。那我现在呢就是把它加了一点护唇膏，打算把它涂在这个卧蚕上面，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光泽感，跟我这边涂药一样，就是有一点点泪眼汪汪的感觉。好好，现在用549马毛的一个晕染打底刷，然后因为这一盒它其实很多就是裸色调跟那种很清淡的颜色，所以其实它还
蛮适合直接就是拿来稍微做个修容的。可是我的可是颜色太浅了耶，好像也看不太到吼。可是可以把你眼影如果没晕好的地方再稍微晕得更好。那我现在呢就沾这一个白色打亮眉骨，然后它是很自然的那种雾面，所以就只是些微的打亮这样子，鼻头有比较明显。好，就先这样子就好了，增加一点点的五官立体感。好，我们现在来开这一盒阳光风情修容假彩盘，使用538提亮焕颜霜，它是那种我喜欢的火苗状，那它的质地呢是飞鼠毛，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一眼望过去，你喜欢哪一个颜色？那我今天用这个好了，因为我的妆是粉色，我用第二个就是淡淡的裸粉色，我刷在这里，它还有点偏橘耶，有吼，你有感受到橘色光彩，但是蜜桃色，然后加打亮。我超喜欢火苗刷，是因为它们这样子尖尖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小范围了。这一盒我喜欢，这一盒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很多颗腮红的人，你可以选一下，但我相信它一定很快就会缺货，因为你知道它价格才多少吗？我看一下，它的价格是239元耶，239元一般只可以买到一颗单色腮红，这个239元给你一二三，大概是三颗腮红，然后这个三个是有光泽感的打亮，然后当然它们的颜色也本身就兼具了腮红的效果，所以这盒我觉得很棒，尤其如果你是健康肤色的女人更应该收入，因为它这几个颜色都是非常适合健康肤色的。好，基本完妆，那今天去开会一定会喝水，我就涂不沾杯好了，130色号。好，我的长针眼妆完成，好，应该不说看不出我长针眼齁，我把两边都画成长针眼的样子，耶！那我赶紧出门了，等等见。好，那我今天呢去了板桥开会，开完会之后呢就到台贸了。嗨，现在呢大概是下午4:30，上妆超过6个小时了吧？给你们近看一下。这边是刚刚有上妆前乳的，这边没有，你看那个两边的那个光泽感出油状况其实是还蛮明显的吼，所以呢就是有做妆前保湿，它可以让你的油水平衡比较好。好，近看嘴角的话呢，这边是会比较干燥，就是有起屑的感觉，嘴角这里，然后我的唇彩到现在都还没有补。好，那我现在去吃饭咯。饺子嫩豆腐堡，烤肉。我前几天呢看到一篇文章说，减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吃了韩式烤肉，包好之后呢老公吃，自己什么都不吃，这样子就减肥了。好啦，这个韩式烤肉它里面还有包年糕，还蛮酷的。好，吃饱了，现在呢到办公室跟着我一起工作吧。爸爸去接小桃的，等一下我们一起回家，给你们看一下我今日穿搭。一件斗篷式的黑色西装外套，看起来会比较正式一点点。里面呢，我搭配的是亮亮的细肩带，然后雪纺纱飘飘裙跟 Nike 球鞋，走路比较快。还有加了一些小发夹。好，工作。Shaking with the best of never ending ever